上界敬听咱台湾北社李社长，各位前社长，各位李干事，各位贵宾，各位先进，各位社友好朋友，大家平安，大家恭喜，大家好。我有缘袂当来到现场，我感觉真遗憾，我嘛感觉真歹势。但是我相信，总是有一天，只要咱莫放弃，咱一定会当来斗阵伫遮来做伙。阿边啊，要啊，大家恭喜，恭喜咱台湾北社成立伫2001年的6月16日，也就是咱台湾文化协会80周年的迄一天。17年来，咱台湾北社坚持台湾的价值，发挥台湾的精神，要来追求台湾，要来建造一个新高独立的国家，要来完成正名正言立言公道的理想和目标。虽然讲咱还阁无完全达到咱共同的目标，不过咱来一直咧累积，总是有一天，咱绝对会成功。咱所知影，咱台湾北社会使讲是咱台湾本土社团的老大就对。咱台湾北社来引导咱规个台湾社会、台湾政治要向前行，上界大的一个力量。阿扁也感觉真欢喜，会当甲大家来认识，会当甲大家斗阵来做伙拍拼。尤其伫最近希洛岛人民的诉求独立公道，正名日联嘛是咱台湾北社的宗旨，嘛是咱大家共同长期来咧努力的一个目标。所以咱挺到底，咱无任何的杂音，咱绝对无任何的批评。好不容易有这个联名要来为台湾来打拼，咱绝对非常坚定，一定要把伊挺到底就对。当然，伫遮阿扁啊，嘛要来特别感谢大家，因为阿扁啊的代志，伫我受苦受难的迄段期间，咱台湾北社，包括组织，包括咱张医师。张社长，会使讲顶顶，大家安尼我到走助，尤其伫蔡秀芬来咧审理的迄个期间，安尼无眠无日，甚至一直到3更半夜，大家拢总无离开，来咧陪我，赐予我这个快乐，予我有迄个勇气，搁活落去，甲因来吃饼。尤其到最后，会当阁将我伫地方法院的即个辩护的即个内容文字来啊伊出版，这是做无简单的代志，所以大家会用心，我伫遮非常的感动，嘛非常的钦佩。阿边啊，要来再一次啊，大家来表示，就是最近。咱马英九前总统竟然讲，毋是伊来怪我，甚至讲伊的案件是受到即个政治追杀。我讲啊，我的代志，我的代志，那如果你的代志是政治追杀，啊，我的代志算什么呢？所以我讲，我愿意来邀请马英九来做电视的辩论。来评看卖呢，到底是啥物人关啥物人？到底是啥物人来对啥物人来政治对杀？大家讲个清楚，免惊。伫遮阿扁啊，要来公开呼吁，要来挑战。最后嘛，要来祝福今仔日的参会顺利圆满成功，大家身体健康，万事如意，多谢，多来，谢谢。